五日节将要来到桃园乡公所三十号早起，伫公所举办五日节慰问家属联欢活动，有志猫手家公司每户3000元，秀禾慈善基金会等等单位联合送肉粽，金月锻造、立成蜜蜂公司是捐赠百米，互相来186户家属联欢受惠，欢迎咱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。乡长就按点到现场慰问家属联欢，并且颁发感谢证或者善心的单位。谢谢啊，咱的端午佳节啊，我们这些低收，他们不能够跟我们一样有个温暖的端午佳节，但是非常感谢哈啊，咱的季茂公司啊，个秀禾啊基金会啊，啊，个咱的真侪这个公司哈啊，目前呢，甲咱发放啊，这个肉粽，和咱在接收入户，会当安尼有一个温暖的这个端午佳节哈。感谢咱的季茂也发一红包啊，白米。我们总共有几个单位，就是台中林四方慈善基金会、龙岩龙生营业处，还有义官进修观音会哈，啊，各位咱的 Seven 哈，咱的这个管薪部门的这个 Seven 这个公司哈，他们一起然后来帮忙我们这一些福星乡的低收。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一个温暖的端午佳节，非常感谢他们，啊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代表议员哈，一起来关心，还有我们秀禾基金的董事长，还有我们季茂的执行长哈，他们全部到现场来关心我们这一些低收，有他们的义举然后奉献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这次发放的对象拢总186户，希望透过这次活动，让因拢会当过一个有够高人情味的五日佳节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